下播音，各位前辈、各位同好，很高兴今天在这边为各位演练戴思恒戴老师所传授我们的武艺。我们的顺序比较不一样，我们这边我们讲说我们是老人班啊，所以我们从最年轻的40岁开始，所以可能会跟我们平常练习的套路顺序不一样。第一个是我们演练八卦剑。
陈老师自从退休以后这几年，还是常常到戴老师那边去学习，所以今天由他来作为我们最后的代表。报告。